卢台长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要问一位2007年属猪的男孩。2000几年的属猪的。2007年属猪的。啊，想问什么讲吗？啊，学业方面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学业不用功。整天玩电脑。对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早上不愿意起来，晚上不愿意睡觉。啊，对。人现在开始变胖了。啊，胖还是很瘦的，比原来胖很多。他很挑食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不大愿意跟你们沟通。啊，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让他再玩呢玩呢，你要每天给他念心经，否则他会有自闭症倾向的。啊，有，我有每天有跟他念21遍的心经。你不念的话，他很快就变自闭症了，听不懂啊？啊。好啦。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因为他在学业方面哦，嗯，学习方面呐、啊。啊。啊，好像老师跟他。脑子里不动，不要讲啦、啊。不要讲啦，就是思想不集中，网上看、啊、乱七八糟东西看太多，听不懂啊。哦。你要关注他，你要跑到去说，平常跟他讲，你说卢台长说的，叫你不要看这些，看了这些读书读不好的。啊哈。不要怕难为情，直接讲。啊。男孩子青春期有什么关系啊？就跟他讲明啊，他才9岁罢了哦，九岁罢了，读小学的。现在的孩子不得了，九岁都很成熟了，网上都会看坏东西的，听不懂啊？啊 啊！现在的孩子啊，7、8岁、6、7岁都知道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不懂啊？我讲错了 啊！好了，姜他身上有灵性吗？姜他身上没灵性。姜如果下去的话，姜就有灵性了。哦，为什么啊？老师都讲他学习方面有障碍哈、啊。思想不集中的孩子就叫有障碍，盯住那些游戏机玩、玩过头了，心理上就会有障碍，听得懂了吗？像你这种没有文化的妈妈，啊、在边上都不知道怎么教育他、管他，时间长了，学校里就把他废学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啊哈啊哈，江西要为他念小房子吗？你还问我啊？你说要不要念了？你讲给我听啊！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不停的给他念，每个星期至少7张。每个星期7张，一直念下去，一波7张7张。念到你儿子脑子清楚，思维干净。就好了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好了，好，好了，再见了。啊，嗯，啊，姜台长，他姜思想不集中，需要叫魂吗？哈？姜思想不集中，可以给他叫魂。可以叫啊？叫多少天？叫多一个礼拜。一个礼拜呀、啊？啊。嗯，好。每天早上给他念。江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好的。好啦。啊、江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家里的有没有灵性哈、啊？你家里没哦，有一个灵性。哎呦。啊？有一个灵性。嗯。啊，江要多少张的小房子？江17张就可以了，江灵性就走掉了。17张啊？哎。在门那边吗？哈，因为我已经念了。就是在门那边。超过。100张的小房子在门那里呀、啊，你啊，哎，你不要去跟人家讲，台长给你看出来，你就给他念，否则的话他给你加码，很简单了。你过去还吃饭吃到今天，你说你我已经吃到今天，我怎么明天还要吃啊？好。